喜欢花香味还是果香味呢？这里指的可不是茶点，而是来自十方客栈的手工香皂，这也是巴比布朗的特色。一进入店家，都能闻到阵阵香味，也瞬间令人感到心旷神怡，许多人都会特地来此选购。但如果以为这里只有卖手工香皂就错了，来到二楼还能够在舒适的空间下用餐呢，坐在窗户旁悠哉地喝杯咖啡，享受午后的惬意，同时还有松饼、三明治、法式面包等轻食，在简约的布置摆设中也能感觉到满满的温馨。深藏不露的巴比布朗就带各位亲自体会。